尽量先打他们脚哦。秀，你要带他到后边，他前面火力大。别卡中间了。来打我们。他们在打了，粉牛在打我们了。那我们先。我们四分接敌了。先往前跑，不能给他追，你知道吗 ？Zero， 他们前面火力大，屁股火力小。四针船上的瞄准同五分。我准备好做那个地图。哇，好卡！来右翻，这个符好卡哎、欸！别乱射，不用乱射。四针船上的瞄准同五分。我们有硫磺弹、备弹，我们有21发，先要停了再射。塞，哎呀，唔好嘈啦，佢哋都系叻噶咋。唔系啊，我跌咗落船啊。得啦。我上佢船啊。所以不是，我觉得我们要先打这架猎鹰。打，走。我们带着水龙往你那边去了。对，打水龙，他们两个拖着那整手的猎鹰啊。先打水龙。我让他们去撞，我让他们去撞那个。仙人掌先掉下去了。我刚刚那个硫磺弹要准备哦，硫磺弹要准备哦。我追到他屁股后边，他卡住了，好像啊，没有，小心毒气弹，我们一直保持移动哦。真的太累了，怎么那么屌屌啊？我看到他们两个人，六，好，下来，继续啊，不要下来啊！可不可以拉住他丢毒气弹？拉住他丢毒气弹，小心毒到自己人哦！我的毒气弹呢？他给我关了，没有中。我跟着他们两个人呢，继续加油！他们的草丛丢不到，被吃了。往左，我们要一直。过来一起把这个猎鹰给吃掉。我再过。可以看可不可以拉他。你后面好像两排。先打翅膀。两个绿盘都立。零对，你那个绿盘都猎鹰。左边快拉他，左边快拉。那我们会输到自己。一千三，左边1300。好吧。我拉你。1300都不能修，不用修，不用互相传。BF 走开 ，BF 走开，我要拉人，不要站在这，可以不可以？AG，你前面有3个 T4在绿箭，OLD 在沿住他们，你可以下去打他3个 T4装备。我们先集中，不要分神。先扫猎鹰啊！我们要集合战力。对，不要分散。水流目前离我们有一些距离。那猎鹰呢？猎鹰在我的前方。你看可不可以撞他？你的比较小。他们那时候水流不知道有没有过来，我将他给武器打。他先过来，他上去过来。很慢，上炮台，塞，上炮台。那个，勾绳，准备。
高岛，但是很高哦，不是一定可以够到的。他哎、欸，小心哦，他进森林的话，那会卡住哦。OOD 哪边有人呢、欸？我觉得三个他们还有五分钟后才可以。他们射火箭，他们射火箭，右后方有火箭。我右后方火箭发掉。啊，停了，我挂。啊，不对了，要停下来才发掉。左边吃火。啊，万一万一的帮我停了。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就算了算了。我补个点，不要停船，这时候不要停船。啊，你这样疯狂。没有，现在他打火箭也需要不起量。没有啊，是火把。右边翅膀，翅膀打掉丢毒气弹的。我妈的，我。打掉，打掉的翅膀打掉。把毒气弹的。差不多了。到侧面打脚呗。我靠，为什么你飞了？哎呀，我先看。登船好了，直接登船算了。登船啊，登船才不会动啊。我想过埋你啊，我都可以打啊，嗰边好炸啊，又。但系我登船，直接跟船阵。我依家船控紧啊，等阵啊。跟船阵。唔系啊，唔系，冇人想跑塔啊，呢度少咗个人啊。控船控制住啊，船控制住啊。打脚，打脚。看可不可以丢个毒气弹，好不好？丢，没有船控制住啊。船控制，丢了，丢了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哎、欸，我们船跟进去就会死啊，人自己人会死啊。哎，不要丢自己人船上。哦，不用丢了，不用丢了，打陆战，打陆战。在船上，船控制住了。好，下面打，下面打。打陆战，拉住他，打陆战。我就说那个，我还我在转过去，阿三带你帮我拔火箭。你要后面有四个 B 四再打过来，我等。给我们船下面听啊。对，哎、欸，大家准备好了，他们超级多人在别的船过来啊！哎、欸，把那个猎鹰的脚打断就可以走。那先把这个猎鹰的脚打断，打他右边。两次真的看一下谁的数量，有人上我们船的，看一下数量。借我过一下，借我过一下。控制地下，控制地下，各位。拉油灯，拉油灯，拉油灯。需要移动位置，移动位置，把猎鹰脚打断。哇，没办法补水。在船上的人帮忙把那个投石机给敲掉，投石机他们的投石机敲掉。控制地下，控制地下，脚剩下四千五百血，继续敲。没怕，没事没事没事。A G， 你们先过来，你们先过来。先把这台控制住，水牛过来再打他。我们再打右边的脚，再打右边的脚。上回逃，上回逃了。快龙，可以打我一下吗？我卡住，后面的炮塔。先把炮塔自己打头自己。我也卡住啊。我的台线不要打哦，打右边的脚，在另外一边，等一下哦。他是机脚掉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下线了、啊，我动不了啊！干，我也卡在船身。那行了，来，打右腿。陆地上的人先把陆。捡装备。爆了！哎、欸，慢慢来 ，OK。脚敲掉。来了，左边。先地面。不好使。上船，准备打，可以打。走。小心哦，小心猎鹰，我们要动啊！把那个猎鹰的弩炮给卸掉。不是猎鹰要动哦，我们猎鹰要动哦。打左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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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左脚
上船啊，三个猎鹰上船，他们假死时打左脚，打左脚，一直打左脚。哇，搞不好一直懂哎。不要再讲那个的事情，大家都是一样。哎，要不要要不要我们下船？救东西站最快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几乎控制住了，上来就行，上来就行，我们控制住了。打左脚，打左脚，可以打毒气。过来，我们上去毒气，上面有人就不能打。我们有，我们打死了很多人了，在上面，上来。对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他们水牛大概还要十分钟才会到，你们慢慢来。他们在盖红塔，他们在盖红塔，小心点。他们左边翅膀快丢了。我把他驾驶控制住了，把脚卸掉。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尽量打。哎，千年那个地上好多铠甲，我捡不到啊，不是。捡武器装好啊，捡不到，捡武器装。哇！把利刃呢，兄弟，没利刃那么大。Nixon， 拉哦 ，Nixon， 来好兵。不怕不怕，不用打了不用打了，先打地面的人，打地面的人。哎，那个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听我说，打一发毒气弹到他猎鹰上面，打一发毒气弹。有人在开毒气弹，毒气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毒气弹他们传。我这边有很多东西啊。毒气弹，毒气弹。他们呀，我要上去控制他毒气弹，我上去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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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丢！没有，好、oh, ，nice nice nice nice。上了上了。哎，有个跑速超快的，可能是那个换挂。没有，没有，你叫我们跑，他用不上。帮我捡点东西啊，我太重了。帮我捡，你放上船。我厉害。打地下面，打地下，地下需要人。地面需要人。一直喷毒气弹打他船，过来帮忙，钢米这边有两三个。那个猎鹰要动，猎鹰要动，他们也在装毒气弹。来一下利用。哎，东猎鹰，上面的人，东猎鹰 ，Zero。走走走走。开船的，麻烦动一动。你费时间打。在船上，不要下来舔，下来没装备给你的。Kelvin， 这边这边 ，Kelvin， 好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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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elvin， 靠兵 ，Kelvin 好兵啊好兵啊，我有 ，Kelvin 我有装备 ，Kelvin。别乱丢！拉基诺，猎鹰停好再丢，丢一个。地上的装备捡。猎鹰找个位置停好，然后。你要快点啊 ！AG 的船不行吗？快点丢！快点丢一个！操你妈的！快点啊！丢啊丢啊丢啊丢丢丢！都走开，别上猎鹰啊！要丢毒气弹了，还上？不行，掉多一个，掉多一个，不要口气好一点。哎，那个猎，刺针，散开一点，不要全部在上，他们都丢毒气弹过来了，你刺针不能走上，刺针能下来，是 AG 上下来，他等下丢毒气弹丢你们。没有，他
他们人要来了，他们人要来了。没事没事，不怕不怕，他们来就来。捏翅膀掉，他们剩水牛而已，还没有捏鹰啊。空可以上他的船了，可以上他的船了，各位。是真的人下船，很难理解吗？不丢了，不丢毒气弹，不用毒气弹，我们控制了他们投石车了，不用去。能不能集结一波去拆他们猎鹰上的投石车？我们就在他们，我们在已经打了。没有，他们现在船上有投石车，要不拆？没有，我在拆他投石车。优先拆他投石车，优先拆。那可不可以先补猎鹰的弹药？对，还没有补。等一下。打有装备的人，弱点不要管。赤身而下来，赤身下不能动了。打扫战场，打扫战场，我们赢了。等一下，水流，准备水流再过来。高敏，高敏注意，他们水流大概五分钟内会到。你们巴布，你还没进来了吗？进不来，进不来。我们还在打起来。哦。没事，都拆光，然后我们拉一下位置。拆啊！整顿一下。把手拆啊！都拆光，都拆光。还有装备，他们上了。猎鹰开靠右一点，靠右一点，他们是不要去他们。把手打一个，先把船上的赤身先走，赤身先走，赤身先走。不用走，不用走，为什么要走？水流而已。补翅膀啊！你拉开一点距离，拉开一点距离就好了。高米，高米，高米，你们等一下，优先把船上的船打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去。猎鹰后边。猎鹰后边有些有装，猎鹰后边有些有装，小心。对，猎鹰很好，注意，赶下船了。控制一下。装备捡一捡。没有，那边上面飙过，飙过。这有一个，现在有一个后面。猎鹰屁股有两个。Zero 后面 ，Zero 后面。我把装备叠一叠。他妈的，这边太急了，没空气都。两个，两个。现在猎鹰的两个地人在上面，他有装备的人，然后有捡到装备放进船里面。倒了倒了，一个掉下去，一个掉下去，现在没有。猎鹰要爬这里，爬这里停下来。哇！哇！都满了，都满了。现在时间是一分四十秒，盖盖。我没有先问。猎鹰这边，王八蛋，爬这个地方。猎鹰保持机动哦，他想办法，他等时间到修房。猎鹰没有翅膀。赤身需要纤维织布，赤身需要纤维织布。猎鹰左面有一个，在驾驶后面。猎鹰打有装就行了，罗屌不用太理他。他是有装的，他在拆我们的仓鼠笼。哎，刚没来，搞到别个位置啊！烦死我们玩家们。走哈，走哈，走哈，走哈。我可以做子弹，我可以做子弹的。快点，跟你说为什么被远行？哎，我们猎鹰倒了一个机房。我等下过来修，等一下不急。这个游戏玩家不能用。不用一直动了，猎鹰不用一直动了。高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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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过来，对方布阵，大概十只，五分钟之内会到，水牛大概还要再十分钟。那不怕不怕，我们有时间，我们现在有时间。我们要走哈，走哈，走哈。OK， 压来压来。基本不能杀我。上来肯定是有船来了。哎，赤身需要纤维织布。哇，拍阿狗。哎，补水可不可以补水？猎鹰。现在可不可以补水？其他人可不可以打他们的弹药拿一拿？有啦，有在拆。对，在拆。他们都没有什么弹药。没事没事，我过去拿材料做。我拿材料。我把武器都放我身上。可以补水的，快点补水。猎鹰还是不能补，猎鹰还是。OK， 没关系没关系。有新闻吗？有没有？是不是这个？小威啊，我用翻大嘞。打一点。
纤维支柱上面，电影上面有石头吗？分打，给我分打。电影有没有纤维支柱？电影没有，后面还有人吗？裸点，后面。三个裸点再跑过来，血腥三个裸点再跑过来。纤维支柱跟木头，有看到麻烦补到支持一下。我拉他，我拉他。电影下面只有卡一个人，打不到。哎，海宁哥，你开的那台有没有重生基地？水油差不多啊，水油。自身车没有。水油差不多啦，大概三分钟到。水油三分钟到。哪个方位过来？就在你前面左一点，前面左一点。把我要到后面去，我这口传没弹药，翅膀的都也丢了，不能接账。记得船要补水哦，要、不然没有、哦。我觉得可以一部分人先上来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一部分人可以先上来，准备到了，他们准备到了。准备到了，准备到了，毒气，他准备毒气了。保不到啊，水口到了。他倒了。多屌？有多屌？有多屌？一直卡在我们下面。他就八滴血。好了，倒。喂，过来。如果全拿的装备也没关系，给他们。给我一点分带，给我一点分带。哥，我的复活，我的复活蝙蝠了。是这个补水的。给一点分带，给我一点分带，分带。两分钟补水的，那个是两分钟。分带。好了，有了。我的三十次扔飞了。恭喜你。妈的，另一还不能修完了。没有，肯定有个裸点在卡。没有那个。所以那边有人。消箱子哦，我们需要我们。所以我来干。可以先修哎，还有多久啊？可以的，可以。我们猎鹰要多一点人去爬。对对。没有被修船材料吗？这边发地船水烧。哇，猎鹰看到了。剩下300多发。一个 secret boss 走啊，第一马进。船上有弹药，他们船上有弹药。你有没有多的弹药？一根啊，一根。有。三根啊，一根。OK， 那一去 AG， 就拉他就行了。好，我先烧船搬弹药，但是我先制烧船搬弹药。DO 的烤油兵啊，要搬弹啊，要搬弹。DO 烤油兵搬弹。得，去紧，我怕落刺针度啊。左脚上来。OK。逃生鬼。帮你又搬弹。我们大概有两分钟，要多一点人去猎鹰炮塔。哦，打起来了，危险！快！猎鹰还补不了，4分49秒。补子弹，先补子弹，然后去多一点人去炮塔。后面想一个裸屌，左面猎鹰，他后面想了一个裸屌，在我上面。可以，不用理他，等一下。没有，他卡住头石机啊！不要被钱，不好意思啊。里面前面个 base 佢哋系咁 spawn 啊？系啊。OK。我，不要动，我有毒气弹，他们重生在哪个基地？他没有，跑啊！不要站在。唔系啊，冇 gear 噶啦，佢哋冇 gear， 唔使理啊嗰个 base。唔使掉，掉咗佢。把装备捡到的装备就放。装备想要修完，放到箱子先，不要掉了就给他们了。水油最后一分钟，水油最后一分钟到了，到了，退后，猎鹰退后，快点退后。对，左一点，左一点，又走了。毒气弹要准备哦。再动了。对，炮塔，全部想炮塔，船的哪些全部想炮塔，他们到了。分次还不动的话就出事了。注意有毒气弹，要保持移动哦。这次有没有扭力？有扭力就可以。哎呀 ，YG 啊，佢后边呢箱好多装噶。冇俾你点。真次，如果真的动不了，所有人要四散，不要在船上。现在要开始准备下船，如果他丢毒气弹，你们在船上的人要注意。我们能敲到支部跟木头吗？没有，刺针，那个听我说，猎鹰到高地，我要高地。他们20人在地下面。
裸屌不用急。等一下别倒步站，我等一下别倒步站就好了。哎，水要到了，水要到了，在后面你看不看到？看到了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我先上山。他们在瞄准毒气弹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刺针要跑了。是不是不是跑？我们站高地来打，我们站高地来打。水游现在不多人了，水游现在不多人。对他们来的话就直接吃他，他只有十个人而已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现在我觉得可以撞下去。他们现在没有人在炮塔，他们水游现在有矿的就上那个。林中基哦，你们快点上林。快点，他们没人了，他们没人在水哦。陆多一点人。陆战没有，他们没有装备，大家不要耗时间。那个刺针跟着我们这边，跟着我们这边，怎么也要开过来，怎么也要开过来，没有翅膀也要开，快点。毒气，他们投了毒气。没事，他丢在下面，我们船上不会动的。他们前。刺针有扭力吗？我撞过去哦。小心哦，要毒。很多有装备的，他们很多有装备的，所有人来这边，所有人来这边，所有人，他们很多人，地下有十几个人，直接上去，我不要再待在猎鹰上面，猎鹰小心毒气弹。把他投资机控制住，大家投，他们投了，小心，砸药，妈的，你们不保船长，拎啊，砸药，你的眼睛看着我好不好？他们把自己毒死了，我们他也把我们毒死了，我们见手毒气哥，赶快重生，我手毒气弹，只剩十重生，我注意一下。OK， 退后一点，还有弹的全部拆投石机，上连发枪过来，没有战斗力不打陆战的人上连发枪打。投石机，他们现在水牛上，我们有两个人控制住。我需要帮忙，那个猎鹰有些人需要上转人机枪打。有抢炮塔，猎鹰的抢炮塔。我上面要，我被几个人打，啊，我死了，小心了。哎，要控制他，上水流。陆战有些人要上水流。克拉拉，你们那边战船可不可以开过来？开不了啊。可以动啊，没有，你没有。哎，你没有脚是不是？没有脚是不是？不是，摸不到上一根吧。有脚就可以动了。快点过来，我们这边没重生了。好，投石机到了，我猜不是不是，我们卡住，我们这艘船卡住，发动感摸不了。喂，翅膀也丢了。哎，要不要猎鹰先开走？打，不要开走，打他。先把左脚拆掉。完了，他左脚也。右脚，搞定。打他那个转人机枪里面的人，打人连发枪里面的人，他们已经变裸屌了，他们有很多裸屌，打连发枪里面的人，压火力压制住。哎，他们在打我们猎鹰的腿。
那个打死我的人记得把我的东西捡起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。我知，冇人想船，我而家揸紧。妈的，驾驶不能出口啊！我又讲，驾驶掉了。行了，他们全死了，他们炮弹全死了。我操！我操！操！我操！快点收！快点收！速度赛炮弹！速度赛炮弹！练一发距离，练一发距离，练一下不能受伤了，要补水补。把地下面清掉，我们控地下，先控地下。右脚上有个螺钉，对不对？练发枪，拆一拆，连发距离。我是 P4，你们可以下飞机。来拆连发枪。哎，有人在打我，有人在打我。把连发枪再打掉，哎，就给我捡这个，我捡。哇，好多装备，你捡捡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脚。没，我们先把有装备的人清掉，先把有装备的人清掉，各位，看到谁有装备。手杖那边，手杖那边帮他一下。追他，追他，三号机。好 ，nice， 放到猎鹰上面。来，再来，多多，再来，多多，再来，多多多。跪下去，好。好，我们控制了，我们赢了，等时间吧。他们那个复活间一直在复活，复活间一直在复活。裸鸟没关系，我们那个他们猎鹰那边也要也有 PAY 也过来了。他们大箱子有空了，拆箱子，有空了拆箱子。需要支援，需要支援。船要动了，要动了，我们要动了。把他这条船废了，我们开始要走了。我。上船敲箱子，船要上船。看看可以补水不？剩下多少时间？我再看一下，我去看，我去看。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补水啊，不能再打一波了。敲船要上船，但就能下次打架一定要备敲船材料。有备有备。还没有啊？还不行还不行，还是补不了水。2分43秒应该已经预备了。我要拉走了，那个克拉拉，克拉拉，听到吗？这次动不了啊。为什么动不了？摸不到操纵杆，摸不到操纵杆，要重新移动操纵杆，要等时间。还剩多少时间？怎么会摸不到操纵杆呢？哎，你不知道这个动不了吗？不要在床上打架，又动不了。要不要我用弩炮拉你过来好不好？有啊，可以试看看。还是好低的装备啊！今年开到去前边噶，拉一下，这个我知道。哎，那个，哎，他们又要传那个战船进来，我要注意一下。高米，你开船没事，我站在你后边没事。把布排在他们前面没事，把布排在他们前面。准备维修谁修脚？维修了，太卡了，你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他们现在在地图里面没站到。哎，不要发呆啊！他们刚刚那个时候。Gummy， 开近一点，开。也要上船啊！ Gummy， 哎，我们打到自己船的话，我们的船就要重新。那就是那些裸屌的那个目的嘛，他们一直上船啊。放心，我们砍他们了。没有，自己打自己的船不会有战斗伤害。哦。你们看能不能拍猴塔？能拍猴塔，赶快速度拍起来。啊，这游戏。有办法拉吗？拉
打好了。没有，要把他们大箱子射掉，他们有一艘大另一个那个船舱。高米，去找材料做猴塔，速度。看能不能要猴塔。断了，不行哎，这不能控，很奇怪。我去控，我去试一下。我500发子弹。我这边先捡，有猴塔吗？这个有人在排队的吗？黑月，我这边先捡一下。我这边前面的，放心。满的。哇，他们离我们这么远。猎鹰后面不要给装备他们捡哦，不要掉包子给猎鹰拿一点。至尊只剩八重生了。哎，那个。剩多少时间回去？猎鹰找一些人整理装备。等一下，猎鹰找一些人去整理装备，好不好？感谢，整理装备，感谢。前面。然后找多一点人看看可不可以补水，然后收礼。可以先看我玩游戏。猎鹰记住啊，没有水了。不要单走，不要单走，不要死啊，不要死。你们不上船，我那天拖着。我要斧子弹，我刚下了弹药枪。不要死啊！不要。对啊，要排37个人。但是你要看前面，不要发呆啊！有人又罗鸟。不要单走。听我说。猎鹰，天鹰，不要往那边走，往左边走，远离。到那个赤针那一边，然后远离沙漠这一边。听我说，猎鹰要走那一边，他因为他这个 base 一直重生裸屌，他一直来搞你的。放甘雨，我们大家先上床，先找地方，先弄床。为什么上面写沃克发生故障？修船有新兵。哎，他们猎鹰有装备了，要打。是我的错觉，他们这些罗娘每次上船身上都还是有穿一点装备。是不是有空的叠一下装备？他们的抓网上里面还有装备，要小心啊！他们要跑上去猎鹰那边搞。不要给他们捡装备。我们有没有火箭？哎，我们有火箭啊！猎鹰这边要帮手啊，很多有装备的。他们猎鹰有装备了，海尼根，你这艘船下来帮忙，全部人待在船上干嘛？后边。过来帮忙，钢米这边，我再打六个。后面是谁？不是没关系，没事的，唔紧要，佢冇去嘅。OK， 房间变好，变好了，小心。好了，赤针可以动了。先把他路障清掉，快点过来帮忙，钢米这边。过来，钢米这边帮忙。钢米，你要回来看池塘啊！快点过来，这边推过来，快点推过来！哎，我死了。猎鹰没有水了。
不是菩提，你们开走跟什么？战场在你边，刚刚后边，干嘛开走？我真的吐血了，不要开走！我跟你说，战场在后边，你还开走？前面两有罗条啊？不是猎鹰为什么要帮忙？二十几个人在那里，我现在在我刚刚说江敏那边要帮忙。对你刚刚他们给他们丢外来了，你还开走？这边全都是人，你还开走？下船的不要再传呆了。有装备就放。干嘛？过来过来过来帮忙，过来帮忙。不是不是不是，猎鹰要开过来，你的人要帮忙，他们好多人。我看猎鹰开过去了，猎鹰开过去，我们有人过去了，看猎鹰开过去。我剩下200多火力，我在用啊，没办法了。我们没有绷带。肚子里面，身上里面有绷带。装备肚子里面有绷带，里面有绷带。笨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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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手上一号。对，我觉得猎鹰不要怎么多人，我觉得多一点人过去帮忙好。猎鹰的人要上过来，你们待在船上没有用的，我们地面站要现在。猎鹰过去，猎鹰跑过去，猎鹰哪些人跑过去？猎鹰的人跑过去，我们守就行了，我守就行了，我就守就行了，你们过去，你们跑过去。他们猎鹰上有很多有装备的，你们直接跑过去，我拉住让你们打。猴塔守哪边？我们在猴塔丢哪边？丢我们这边，丢赤镇这边，赤镇这。好哦，你听不懂吗？到底在干嘛？安静一点啊！这几个人指挥就好了，很难吗？我都听不懂你到底在做什么。所有人，所有人到了赤镇这边过来帮忙，陆战，陆战，猴塔要盖这边。我们这边已经没绷带了，快点过来。有多装备就赶快。他们说要回去帮忙嘛。要。猎鹰不用进入战斗，听我说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猎鹰全部不要进入战斗，所有人上面的人过来，好不好？人过来，两三个人控船就好了。没有了，你要回去休息猎鹰的事吧。我记啊，我记啊。两个是真的。你哋过嚟先，过嚟先。好了，他们开始没装备了。佢哋开始冇装啦，佢哋开始冇装啦。我点解要开始？他们开始没装备啦。顶住啊！大家，咁走未啊？冇装咁大，冇乜意思。唔系喎 ，hold 住。你唔系有嘢要报，你或者有嘢就要指挥嘅，你就唔好开。可以补水，可以补水，猎鹰可以补水，帮忙补水。猎鹰补水，可以修。我上来了，我再上来了。猎鹰帮忙补水，快一点，我们可以重生，我们可以继续打。他们那个猎鹰上面有装备，看看可不可以敲他们的箱子。哎呦，那大箱子要连泡泡。
哎，先不用脚，先不用脚，右脚680。那一秒再来一个人帮忙补水。我过来。OK。自身这边差不多了。但有罗姐。还有两分半补水。自身这边地面站控制住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们猎鹰三百水补给要换了那个强迫症的了。怎么了？你不是会把装备排成一整齐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早就在排啦、啊。我就知道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个裸屌？要那个路障盖太多了吧？没有啦，跟我们家差不多啦。差不多。萤火虫上去就行了。包着修船都没有玩到。对，你帮猎鹰补一下弹药。听我说，帮猎鹰补一下弹药。你看我有披风，你有看到吗？你看到？哎，你跟不要讲废话，妈的，好多人在这里。猎鹰先停好。我怎么了？不要讲。我第一次讲废话吧，拜托。我知道，只是不要讲我。大哥指我，哦，拜托。对、欸，他们还有11个就排进来了，小心哦，多快一点哦。弹药先停止。别搞我，我在放箱子，帮谁？你觉得建好就收了吧？自身有需要有单多的弹药，我可以下去。螃蟹来哦，看到螃蟹哦。走开了，我要放箱子啊。哎、欸，看看螃蟹可不可以拉到他。在你沃卡这里。哎，秀，你有没有萤火虫？可以做一台萤火虫吗？在这里直接做一台。在另外一边呐，在山这里。你开过来，开过来。5分钟就没了，这个。有啊。你开过来看一下，可以不？没有了，帮我接手。在吗？什么？天斗，帮我接一下船，帮我接一下。左板右板都先敲一下。哎，广东哥，我入边都冇乜嘢，铁板个，空个入边。有几个马骝 Tony。左翻右翻都帮我修理一下，一次就好。他们里面有猴塔，我看他们解除掉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好少啊。系啊，好少。他们下面很小猴塔，有啲猴塔比较鸡蛋噶。他们下面很小猴塔，你直接拿个萤火虫进去就行了。他在补蛋呢。补就补啊，我们打掉他，我们几个人10个人 push 他这猴塔没了，只有几个。捏一点右腿需要修一下，八成强。有人可以弄那个弩炮的材料，然后我们拿弩箭上去去射。要开始那个跑死。不是，你拆一个弩，你装载基地一个弩炮到那个萤火虫上面就行了。我们来20个人，我需要二十个人，我们一起。去保命怎么样？警告怎么样？猜不猜？我想猜。猜啊！我有那个吗？可以带着炮塔吗？还剩9分钟哎、欸，干！我们有，啊、可以，我们有萤火虫，秀再开过来。要快！哇！那我死掉了，救！来十，来一点，会陆战会打的人过来，我们一起 push， 他里面有猴塔。有点走了。把公关也查高了一位。你跟帮忙看一下船哦，你跟前面都空的，打铁没有啲路障，没丢了装备，不是直接，上去的人直接过去砍死他们的猴塔，还有他们的人就行了。
你知道我们有萤火虫开进去吃了你们火箭。开了。萤火虫脚断了，撤了撤了。没有啊，那你今天拿材料就好了。哈哈，对。报告，叮叮，所有的炮塔全部修完。好。我们看看，蛮难射的，蛮难打。猎鹰，然后吃针小心有螃蟹啊，小心他们拉。半分钟哦，猎鹰子弹补他补的。可以打。不抢不抢，再抢再抢。也准备去。接冲上打打跑没？打跑没？我看有这个。我做医生。管理装备，备装备。没有我不知道他们螃蟹在哪，回一下。不用管螃蟹。好的，没啊？没啊？飞来飞去哦，我仔。我们没事。最后一下。再拖又不用拆了。哎，你摸这个垃圾桶装啊？来呀呀。算了，我觉得时间不够，觉得时间不够。走啊，不够就走啊！走了。还是这里可以盖到地基，哪里可以带盖到地基？他们只有六楼的接近哦，不够十个人，他们不是不够十人，只有十人有装备。之后如果给他有装备，弄到装备出来就很麻烦了。可以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回去把他的两个战斗船给烧掉。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回去走。注意哦，又有裸屌来喽。走，全部人撤，回船上。刚刚打架的时候。裸屌拿武器哦。好的。好，怎么变这样？打吧。干嘛？船。哇。一定注意有拿武器裸屌扛去。飞天哪、啊，卡在上面。我一跑在上面。你拔掉了，你重生了，直接。不够时间啊，切了。我们把他的猎鹰两台猎鹰给烧穿掉，等他明天没有战斗力。有一个拿单手剑的裸屌，猎鹰的后壁。上面有刚刚他们直播说有第一火箭在哪个猎鹰？有播一下2020，好啊，太短了。好像掉我不知道。还有七个排位啊，把它烧掉的。还有别的战团准备来了，我觉得该撤了。不需要，我们去烧。不用怕，真不用怕。我们现在有很，我们全团都进来了。刚明，我们火箭开射哦，我们直接盖弩炮了。是啊，直接烧。不是啊，你盖到弩炮吗？盖了，已经盖了，在射了。那你们上火箭往CC 那边运。在上方那边，在你 work 吗？你说。对。好，赶快。火炬运过去给他。我拿40支了，好，赶快，我们控住里边。不要给他们拔剑，不要给他们。对，现在要烧就对了。多拿个20吧，直接射个60吧。没有，直接射六十。我身上40只，小心裸屌。离蜘蛛接近了，好像有在船上了。大家守好船哦，不要发呆哦，在船上。蜘蛛猎鹰，螃蟹来了，猎鹰准备打。大螃蟹的。那算了，其实我觉得5分就不够了。没有，不用，螃蟹来就打呀，你的火力那么足，400发就没了。没有，我们先烧了，开烧了。不要给他们拔剑，60只，赶快灌进去。在那个电脑，他那个螃蟹打在哪里？剑灵 walker 有没有水？剑灵 walker 有没有水？我这是。那这边60只这边拿去烧啊？有裸屌在拉螃蟹。干嘛？没干，干我去。我们找几个人去引他一句，那个蟹嘛，不用，等蟹来就来。那不用。蟹只会，我告诉你，你除非在他底下，不然的话，他只会被拉住那个蟹的人。看好火箭哦，我一加射哦。
有人上去拉了，小心点。有人在拉，有人在拉，他们的人在拉那个蜘蛛。没事没事，弹药够。哇，有人把我弹，好卡，没人去了，靠，都不掉了，靠。全射了吗？还在射，16发还有，感觉时间不太够。够，应该够，应该够。他们在拔火箭，他们在拔火箭。还有吗？找人都拿个10、20支、20支上来啊！我一直在射了。你看有没有地狱火？直接拿地狱火来射了。哎呀，你射太高，他们在拔、啊。一堆裸鸟来了，一堆裸鸟在拔、啊，快点快点！送去给他们，送去给他们。直接拿地狱火箭过来打，把。零裸鸟接近，零裸鸟接近。没事，内烧刺针的物品栏里面 ，A 区的内烧的物品栏里面有5发。哎、欸，上面有一个拿棍子的 ，A 区火箭烧反的。他们在拔干，我想吃血肉。不要说直接打。我打掉了，他们拔的全人打掉了。还有火箭吗？在这里。还有。射，直接射，直接射，快点开射！哎、啊，你不是有人在拿火箭上来的吗？我看是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对，晚上已经没有火箭。应该够，控制好就行了，不要给他们拔。很多人拔，看。是死了吗？好像快要死了。哪里根？帮忙打，他们这小萝莉打他 ，nice。哎，不要再打。拉手。行了，够时间，不要再打。哎，怎么看是这样多？还要血。螃蟹1600，这个螃蟹是对着谁、啊？卡到爆了。螃蟹会瞬移。螃蟹快死了。行了，够时间。不，停，不要再射。